你们一个食草动嘛，看把你们吓的！这树林里大部分是食草动物，尽量还是不要惊动它们。被泄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荒野上已经越来越诡异，我不清楚你们为什么要去径山，但我劝你们，不想死的话，现在最好马上返回113B。